咁樣多嘛，喺埋一齊嗬，呢個一齊嗬。
ก็ตายใช่หรือว่าปั้นหน้านี่ดอกยังใส่ไหมใช่ไหมอ่ะฮะโอ้โหตลกตลกมากไม่เอาThank you.
先喺呢度咧，要恭喜王志德先生同你嘅小姐今日咧結婚嘅大喜日子，恭喜佢哋將摩家嘅有咗高興嘅事喺呢度講。喺教堂裏邊嘅人婚禮咧，就唔係單單係個 title 或者係中西文化，喺中國人嘅婚禮裏邊咧，大有大鼓咁啊，好熱鬧。喺教堂裏邊咧，比較寧靜啲。但是很庄重，更加重要的一样嘢就是因为在这个信仰里面，是俾我知道人带来的祝福，人带来的贺词，讲完可能就知道是哪个。但若然上帝在这个里面给了我们祝福，和给了我们的贺词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在今天这个这么隆重的婚礼里面，有机会可以讲几句话。一方面和我林志嘉是當年的同事，和我林志嘉是同事，一方面因為是主裏面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希望是借用一次的聖經作為一個彼此的提醒。所以彼此提醒就不單止是對他兩個講，基本上對我自己一個很好的提醒。所以聖經就是事實上用我的事情去做三句問題，自己裏面咁樣記載，佢話：愛裏沒有懼怕，愛既完全，就把懼怕除去。因為懼怕裏含着刑罰，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。愛裏沒有懼怕，如果一個完全的愛，就將懼怕除去。喺今日呢個社會上面，好多談愛論情之歌，或者歌颂爱情伟大的乐章，但是在那些演绎中间，多多少少都是带来一些的忧愁、情感这一类的意味。其实那些写作的人或者演绎唱的人，他们对爱是完全没有一个安全的保障。特别是现在这个世代里面，少男少女很容易就说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在这个喜欢迷恋的过程里面是完全没有安全的保障。因为实际上发觉在互不相伴里面，反而觉得这个婚姻是更加严重，互不相伴的婚姻到回转来说，互相有这个怕，这个怕不是对怕，不错怕是一种尊敬的话，那么在这里面可能都是最高的。今天而家第一就問：你要問點解你會唔怕咧？你唔通真係咁有本領咩？因為我相信婚姻、戀愛呢啲事情喺真理裏邊話俾我哋聽，如果係出於神嘅，神必定負責。咁我奉獻在座嘅年輕少男少女，如果你今日要同人談戀愛嘅話，你要用呢個係出於神嘅，你唔需要擔心會怕。我同我同我大家一齊時間，大家分開唔同嘅地方去。唔係嗰時結婚，我都唔需要擔心。我周圍有好多人對佢，我都唔需要擔心，因為我相信喺上帝嘅手中。所以第一個需要做嘅話，就先係我哋講嘅，因為神既然賜呢個恩典，讓佢哋今日嘅結合，呢個結合，所以親愛嘅朋友，仲係喺聖所裏邊，喺聖堂裏邊嘅結合，唔單止有人喺度做席，有神喺度做席。你經話神所結合，你今日書面講人生嘅婚姻，冇人可以分開，冇任何理由可以分開，絕對冇任何理由可以分開，因為神所結合係人生嘅婚姻。所以婚姻喺聖堂裏面嘅咧，係唔可以
按住基督教方式嚟俾我自己份香港政府所授予我嘅權責，我以為自己對新人嚟講認真，因此邀請各位親友嘅一啲朋友。
教宗教的一个时间，由丁志勇先生做成的。
由主主感恩，在世人面前敬畏敬畏主，让我们一起送亲友同心为一对新人。全能永生的上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起初做人就做男做女，立定夫妇之礼，我们现在求你眷顾这夫妇二人，赐给他们身体和灵性的福气，又使他们无论在平安或者是患难的时候都彼此亲爱帮助，照着你的旨意成立你们的家庭，诚心诚意服侍你和你的教会，直到进入天上的家乡，与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享无穷的欢乐。上帝，我们恳切地求你纪念到世人，因为世人因为罪败坏的缘故，不能都享受婚姻的幸福。主，我们恳切求你怜悯纪念，特别纪念那些属于你的儿女。若在婚姻里面，在家庭的生活当中遇到难处，巴不得主上帝你差遣你的圣灵同圣道，令你圣教弟兄姊妹帮助和代祷，你的带领，使我们信靠主的人能够度过这一切的试探，再一次得着主你给我们的福乐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在这个婚礼中特别求你纪念在你面前的一对新人王志嘉、刘明雪。主，与你兼顾他们的信任，使他们在你的圣教会得到好的培育，又能够在他们的工作上，就是教育工作上的培育求助，使更多的人因得福。主，与他们在婚后爱主爱上帝爱教会爱世人，胜过婚前，愿他们彼此谋求幸福，又能够祝福他们周围的人，愿他们孝敬他们的父母，婚后胜于婚前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你在他身上彰显你的荣耀，你的心与我交托，愿你自己愿纳垂听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祈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一对新人请起立，先领受祝福。愿主赐福与你，保护你。愿将永世的荣光照你赐恩给你，愿主眷顾你，赐你平安。各位亲友，今日这个婚礼令到这个尾声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怀着欢喜快乐的心，等待着他们欢喜快乐的踏出他们婚后生活的第一步。
其實我哋又準備咗三首情歌，就俾阿黃子嘉唱俾我哋聽嘅。咁咧，假如黃子嘉要再求婚一次咧，我哋希望孫英話俾佢聽，佢中意揀邊一首啦。當時我哋認定之前咧伴奏係真係嗰邊噶啦。好啦，咁咧第一首咧，每首唱一段咧，因為時間關係啊。第一首咧就係、是、當年相戀意中人。再請孫英彈一次先。
唔係杯大二個，得啦二個，得啦，打麻將。Thank you.
叫阿 John 又得，阿 John 又得，歡迎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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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呢位入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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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乜啊？Thank you.